好，那我们就开始了。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AU 主议程柜，然后我是今天早上的主持人 Mac。 对，然后第一场讲者叫做林宇谦，然后他要为我们带来 Exploring Risk v Perf Event Profiling。 然后在开始之前我提醒各位一下，就是我们这场议程有 HackMD， 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session 那边找到，就是你点进去那个议程里面就会有 HackMD 的连结，然后里面也有一个 Slido 的连结，如果你对讲者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先在 Slido 上面发问，然后我们会在结束的时候把它展示出来， OK 吗？那我们今天就掌声欢迎我们的林宇谦讲者。好，大家好。那今天的想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Risk Fire 架构下的 Perf Event Profiling。 那我把图片分享出来，然后我也会参与共笔这样，那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点就是 CoSCAP 连接到共笔那边。 OK， 那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Peter， 那我是来自 Andes 金星科技的Software Linux 组长。那之所以今天会想要来分享就是 Perf 在 Risk Fire 上的现况呢，是因为我们过去在A2545 是我们可以就是可以跑 Linux Core， 那我们组会主要接触这些。然后今年我们有一个 AX65 的 CPU， 那算是我们最新的一颗这样。那我们过去为了支援完整 Perf 的功能，我们有做了 Andes Performance Monitor 的 extension， 它是 custom 的 solution 这样。那过一段时间，就是大概2021的年底，有出了一个叫 SSConf PNF。那从此就是Risk Fire 的实作如果要支援完整 Perf 功能，都会使用这个 SSConf PNF 这样。OK， 那今天的 outline 大概这样，我会先就是给没有接触过 Perf 的朋友一些 content，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Perf， 那什么是 event， 那还有一些基本的 Perf 指令，跟为了支援 Perf 的功能，我们的 ISA extension 需要有提供哪些这样。那再来就是 SPI extension， 它算是一个就是基础设施这样，让 Linux 可以做一些比较高权限的操作这样。好，然后最后就是 take away 总结一下。好，那什么是 Perf？ 那为什么会需要 hardware 的 support？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Perf 可以说是就是 Linux kernel 原生就有提供的一个工具嘛，那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就是我们自己的程式或我们程式用的 library， 还有 Linux kernel 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看到硬体的行为呢？比如说我 program 有多少 cycle， 然后发生多少 catch miss， 然后分支预测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发生了几次，然后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对，如果没有 hardware support 的话，我的 CPU 就是有点像黑箱中的黑箱的，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OK， 那什么是 event？ 如果我找到一张图，就是如果在找 Perf 相关的资料，一定都会看到这位 Brendan Gregg 提供很详尽的资讯。那比如说 Transpoint 可以让我们看到 Linux 各个子系统的一些function， 然后还有一些常见的 software event， 像是 page fault 跟 CPU migrate content switch 等等。那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Risk Fire。那 Risk Fire 我们就是要 focus 在硬体的一些行为上，就是右边这些 cycle instruction branch 相关的 event。OK， 那如果现在大家手上有 Linux 的环境，如果你输入 Perf List， 应该可以看到就是目前你的电脑有支援的 Perf Event。 那如果看 Hardware 部分，基本上可以分几类，就是General 的 Event， 像是 Cycle 跟 Instruction Count， 还有刚刚提到 Cache Miss 等等。
那 cache hardware 的 cache event 基本上可以分成几类，一个像是 iCache、dcache、ITLB、DTLB 等等。那还有他们的操作是 rewrite 或是 prefetch， 还有他们操作后的结果是 SS， 也就是 hit 或者是 miss 这样。那它也有可以透过 raw event 去量测到的 event， 那这通常会是平台自己独有的，所以它一般来说会放在 CPU 的 data sheet 里面。那它可以帮我们看到一些 microarchitecture 的 event， 就是比较 detail 的行为这样。比如说为了读 uncache data 浪费多少 cycle 等等。OK， 那最后是resize 的分位 event， 这是其他架构好像是没有，就是 resize 有一层分位，就刚提到的 SBI 的部分，它可以帮我们算在 M mode， 也就是 machine mode 这个最高权限的环境下，它发生的 session 跟 interrupt 的次数等等。OK， 那它有弹性，说可以让分位去算，让平台自己算有兴趣的一些function这样。好，那你看一些基本 perf command， 这是 statics， 然后perf state 的带一个一，然后后面就是列出你想要算的 event， 比如说 cycle、cache miss、cache reference 这样。然后后面就 program 的 user program， 那它就可以计算整个 program 从开始到结束历经多少个 cycle， 然后 cache miss、cache reference 就 cache hit 这样。那它也会列出一些基本统计资讯，比如说有一次 cache miss 跟一次 跟 references 的比例大概是1:100这样，然后。再是 command， recall 这个 command， 那这就是所谓就 perf sampling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的周期取样。那它会搭配 report 做使用，因为 recall 下下去，它只会列出有多少个取样点这样。然后在 report 的时候，他会把这些资料存在 perf data， 然后在 report 的时候读 perf 点 data， 才会看到我们所需要的资讯。这样，比如说在 user space 这个 DL real k object 是最多发生 cache miss 的取样点。这样，那在 kernel space 最多是 memory copy。那有这个资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参考，就是我如果想对 cache miss 做一些更进一步的追加化，就可以对症下药这样。好，那 event filtering 的功能是指在 event 后面加一个冒号，然后 u 或 k， 这是 user mode 或 kernel mode。 那它可以帮助，它可以就是指定算某一个 mode 这样。那比如说这边 cache miss 就算 user mode， 所以实际上应该会更多。那同理 cache references 也是一样。那这个 filtering 功能是不限于 perf state， 它 recall 就是 sampling 的功能也是可以用。那它如果是 u 的话，它在 symbol 那一行的前面会有括号点，这个是指 user mode 的取样点这样。那如果是 kernel 的话，它是会显示 k 这样。好，那有了这些基本的资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硬体需要提供哪些资源来支援刚刚说到的那些功能。好，首先就是它总要有地方存这些 counter 的值嘛。那因为 perf 是计算以行程为单位的资讯，所以它是需要 per call 都有一组 counter 这样。那对，然后就是 event selection， 就是说我们的硬体可以提供各种 event。那
不太可能每一种 event 都给一个 counter， 那显然是一个比较浪费的做法。那所以就是他会设计有一系列的 counter 是大家共用的，然后另外一些 CSR 来指定这个 counter 到底要算什么东西。然后 permission control 就是指，显然就是 S 就是比较上层 Linux kernel 跟 user 不太能随便去动这些 CSR 这样，那会有一个 CSR 专门来控制这个东西。那再就是 kernel 跟 user function 的取样功能，就刚看到的 proof recall 的部分。那再就是 mode filtering。好，然后还有有机制让它可以去开始跟暂停这个counter 的技术这样。好，那如果大家谈到如果要做 CPU 的效能的监测，我们可能会先想到就是 CPI， 就是cycles per instruction。那在早期的 spec 就是从 1.9 开始，我们就在 RISC-V 就有提供这两个，就专门用来算 cycle count 跟 instruction count 的 counter。那它叫做 ZICNTR。那规格有提到说，就是建议都要实做，虽然它是一个可选的 extension 这样，因为这是算是一个很基本的指标，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有。OK， 那下面这些从 HPN counter 3到31，这个是之后大概 1.10 的版本加入的，那我会称它 programmable 的 HPN counter。那它的数量也是可以自己决定，那像 Andes 的平台就只有四个，就是3、4、5、6这四个是可以做 programmable 的这样。那它的 extension 名字叫 ZIHPN。OK， 那在这些 counter 都有一个在 S mode 跟 U mode 的对应，那他们基本上就是 read only shadow， 就是在黄色就是代表 S mode 可以存取的，那红色是 M mode 可以存取的这样。那它会透过 M counter enable 跟 S counter enable 来指定下一个 bridge mode 可不可以直接 access 这些 CSR。 那刚提到就是这几个是 programmable 的 counter， 也就是说它要算什么，我们还必须用 MHPN event 3到31的他们对应的 CSR 来决定。那这就刚提到 event selection 的功能这样。那这 event selection 的 CSR 它有 64B， 那显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 event。 那它的高位是在 ssconfnf 这个 extension 下来来配给叫做 counter overflow 的 bit 跟 filtering 的 bit 来做使用这样。那再来就是刚提到要有一个机制让那个 counter 可以开始跟暂停，那透过 mcount inhibit 这个 CSR 来决定。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色块就是指 MO 才可以存取，所以 Linux kernel 是没办法动，直接动这些 CSR。 如果不用一些那个比如说 trap and emulate 的方式的话，是没办法直接去 access 的。所以我们在就是 MO， 那我们实际的实作叫做 OpenSPI， 它会如果是四核心的SMP 系统，它就是底下可以去 access 各个 core 自己的一组 HPN counter 跟他们刚说的那些 event selector 功能这样。然后在他们在 SPI 分位又提供就是刚提到的 RISC-V 独有的分位 event， 那每一颗 core 都会有16个counter 可以做使用。好，那在上层才是 Linux 的 PNU driver 这样。OK， 那就是 user mode。OK， 好，那这个 SBI PNU extension 在
开机的时候做了什么事。首先就是刚刚说就要让 Linux kernel 可以直接去 access， 所以它会先设定 M counter enabled 这样。那某种程度它可以减少 provider 拖，会想要避免就是会有探针效应这样，它可以比较快的去得到它想要的资料。那再来是它会在 boot time 的时候把一些之后需要用到的 table 做初始化。那这边就是指 event index 到 selector value， 就是 Linux 跟 OpenSSL 在沟通是用 event index， 那它的 selector value 是各个平台自己决定的，所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写死就 perform hook， 或者是 OpenSSL 大部分都是用 generic perform。 那 generic perform 是用 device tree 的方式来把各个平台自己独有的资讯放在那边，那其他的就是共用的 code 这样。那再就是把 PNU 的 IRQ delegate 到 SMOL， 因为 perf 的 PNU 就是 PNU driver 的 handle 是在 kernel 里嘛，那它会需要由 SMOL 去做 sample data 的动作这样。OK， 那就是 runtime， 就是实际我们开到 shell， 那要用 perf 的时候，它就可以帮我们做配置的动作这样。那如果想看详细的 code 的话，就列在这边。不过重点就是说 ，fast 在 schedule out 的时候，它会把目前的记录到的只存起来，然后之后再重新配置，因为它可能会有 migrate 或是 context switch， 那这种情况就会需要重新配置可以用的 HPN counter 这样。好，那你详细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在用 perf recall 的时候是怎么来做到 sampling 的。首先就是 HPN counter 这个是它里面的值是一个5号的64位元的值这样，那我会先以一定的频率或者说周期，这个 n 是每 n 次的 event 发生就 sample 一次。那以 cache miss 来做举例好了，就是 cache 如果发生一次 miss， 它就把这个 counter 值加1，那再发生一次，那发生 n 次之后，它会触发一个终端来告诉Linux kernel 可以做就是收集要看，比如说 kernel 或是 user 的 function 的资讯这样。OK， 好，那再就是这个 ssconf pnf 就是用来支援刚刚说的这个 sampling 功能，那还有 filtering 的功能，那它的全名是Count Overflow and Mode-based Filtering Extension。 那它在 OF 就是63bit 最左边这个是，如果是1的话，那它对应的 HPN counter 就代表已经 overflow 了这样。那它有个很有趣的设计，就是它如果 server 没有去把它清除的话，它代表 overflow interrupt 是 disable 的状态。OK， 那过去，Hello， 好，好，那过去我们 Andy 在支援同样的功能，其实是有多配一个 CSR 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它这个设计是比较简洁的。然后 INH 这是 inhibitor 的意思，那在SMOL 它有一个，就是这个 extension 唯一引进的一个 SMOL 的 CSR， 用来做就是对应的，比如说HPN event 3的最左边 overflow， 那它的这个第三个 bit 也会跟着举起来，那它可以让决定可能比较快去得知哪些一个或多个 CSR 已经 overflow 了。
那他最多，因为刚说他就是有最多是 HPN 里面三亿啊，他是一个三十二 bit 的 CSR 这样。那再就是 inhibit 这个，这个是只有，比如说我只要算 K mode 的 cache miss， kernel mode 的 cache miss， 那它的 user mode 是 u inhibit 就会举起来，那它就不会算 user mode 的 cache miss 的 event。好，那要怎么确定 perf 有完整的功能？就是如果我会建议。先看你的 ISR string， 就是 proc CPU info 的这个字串有没有 SS confinf， 那以及它在 sample 的时候它的 IRQ 13有没有正常的跳动。那再就是往回看 Linux kernel 在开机过程会不会告诉你说没有 support 这个 extension。那再来看 MO， 它会尝试去 SS 这个 SS confinf 唯一的 CSR 叫做 scount overflow 这个 CSR 有没有存在这样？那这就是刚提到的，event index 到 setter value 的对应是透过 device tree 来做到。那 HPN event 三最后填的是 setter value 嘛？这个是平台自己有的，自己决定的值。那我们就把这些。列出来，比如说 D cache SS， 那它的 event index 的编号是，也就是 Linux 跟 OpenSSL 沟通的编号是3，那它的对应的 selector value 是41，这是平台自己的，那它能用哪些 counter 算也是平台自己决定。那把这些表格列出来之后，这个对应就之后会用来做 translate 的动作。那再就是 Hardware Event Map 这个 table 会用来就是参与 OpenSSL 决定哪一些 CSR 是目前可以用的，那他会告诉 kernel， 那 kernel 之后就可以直接去 access 那一个他的 smode 的 shadow 这样。那这个是 device tree大概的样子，那如果详细的就可以，根据那个 device tree binding， 这在 kernel 跟 OpenSSL 都有一份可以参考这样。嘿，那再就是 resize 的分位 event， 它可以用来算的就是这个表格有22个，那他们会共用每一个 core 自己的16个分位 counter。OK， 那它是没有。Interrupt 的，它 overflow 不会发生 interrupt， 所以 perf recall 基本上是不能对这些 event 做使用的。那使用的方法就是 resize 有预留，就是最左边那个 bit 如果是一就是8开头的，那再就是这代表就是分为 event， 它是用 raw event 的 descriptor 来描述。那它也有就是 6.2 之后可以直接用 symbolic， 就是直接讲说我要 sample 哪一个，我要 count 哪一个分位 event， 这样比较有可读性这样。好，那就是 SS confinf 其实没有办法解决所有 counter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在cycle count 或 instruction count 这两个 event 要做 filtering 的话，它是没办法做到的。就是它也会录到，比如说我要看 kernel mode 的 cycle 发生的事件，那它也会记录到 user mode 的一些 cycle 事件这样，所以这边不会全部都是 K。那这是因为我们的 M cycle 跟M instruction retire 就是 instruction count， 它是没有对应的 HPN event 的 CSR 来做 filtering 的操作。那最近有一个叫 SM counter PNF
的 extension 用来就算是把这个功能补足这样。那他们也是一样在58-62 bit 这边是会用来限定某些 page mode 是暂停计算这样。OK， 好，那大概讲到这边，总结一下 ，SSConf 是 Respite 标准的 extension， 用来支援完整 perf sampling 跟 filtering 的功能。然后 SPI 的 PNU 算是一个界面，让 Linux 可以跟比较高权限的分位 OpenSPI 来做来指示它要做 config HPN counter 的动作这样。那再就是我们用 Device Tree 的 PNU 的 Node 来传递 Platform 特有的资讯，也就是刚刚说 Select Value。然后就是分为 Event Series File 独有的一种 Event Type， 用来算 MO 的 Extension 跟 Interrupt 这样。然后它透过 Role Event 方式来搭配 Perf Tool 做使用。然后最后是 SM Counter PNF， 这个用来补齐比较早期的 Spec 没有的 Cycle 跟 Instruction Count 的 Filtering 的功能。OK。好，那参考的就列在这边。那这边看的是SPI 1.0， 然后 OpenSPI 版本是 1.2， Linux Kernel 是 6.3 的版本。那这个 PNU 的 driver 到好像 5.17 之后才有吧？对，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话，就会建议用比较新的 Linux kernel。 OK， 那再就是一些当时 study 参考的资料。好，那就谢谢大家。好，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场有吗？有一个问题吗？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可能要打一下那个 H 的，还是你这样分享 ？OK， 是在动，是在。好，第一个问题。好，用 cycle 为例，怎么区分软体定义 process 好用的 cycle 数？就是，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就是perf 它会用，它会知道它要算的 program 是哪一个，那在 schedule 把这个 process 排到某个 CPU 上的时候，它就会透过 event index 的方式告诉 OpenSPI。我现在要算 cycle， 那 kernel 之后就可以直接去 access OpenSPI 告诉他的那个 counter index， 那他就会知道cycle 是多少这样。OK， 那我这样回答到，现在可能匿名嘛，对，知道。那看现场有没有人想要临时问问题，或是要聊哪一个部分，可以举手。有吗？没关系，想一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看不到 user symbol 哦，这个我们最近才有试过，就是你要装那个 ELF 相关的。好像 elfutil 这个 package 吧，然后你的 user space 要整个重编，让那个产生你 user space binary 的时候有 debug symbol， 这样你才看得到，不然你就会变成只有那个
他的 address 而已。那我会建议用 build 一些 build system， 比如说 Bureau 或是 Yocto 来编，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去帮你开需要就是看 user space symbol 这样的功能这样。大家可里面的 container， 我猜它可能不会有 deep， 大家可我没用过哎，这可能要，因为大家可用的可能还是 distribution 已经预编好的 binary 嘛，那这可能就会看不到，我猜可能看不到。现场还有人要问吗？好，那如果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或是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可以到台下找讲师聊一下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这一个议程，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